这波反击来说更加的有利。哇，这波麻辣香锅下来了，但红色方刚好是两个一级没有小兵给他们倒二，皇子过来先拍应付，应付交出自己的闪现，翻墙走了。听月灵身上也有闪现，还有虚弱，这一波反蹲到了，但是击杀不了。这波牛头直接闪现留人。 留住了女坦，但女坦有闪现在身上要反打，歪过直接先手被击杀了，第一滴血被女坦拿到，而且扎克这时候也进场了，感觉皇子敢不敢挑？没挑到，闪现躲掉了扎克，还能拍到一起，还能再留牛头，红色方亮几个 TP 蓝色方也亮，马上还过来，艾米小换，艾米有被动，这波瑞兹赶到，瑞兹赶到了，有小虎也走不掉，瑞兹拿下双杀，这波 TP 下来，艾米什么事都做不了。 牛头上去，但是麻辣香锅这时候没有 EQ 二连，麻辣香锅这时候 CD 技能在 CD 状态，啊，牛头也没有技能 ，CD 好之后一个 EQ 空了，而且主要是英符这个走位实在是太细节了，对，英符这个走位太细节了，三级的小虎赶下来没什么用啊，马尔扎哈这个英雄三级真的没什么跟扎克，艾米的扎克直接到下路，扎克跳起来了，但是跳到半空中被牛头顶起来。 先对准一个平野林，平野林塔下交出自己的秒表，男主现在在顶塔也是拉开距离，皇子倒塔，歪风没死，歪风一丝血，反杀掉了平野林，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给打上一个伤害。哎，这一波赖米想要打个爆炸果实，结果看到了草丛里面的基努，要反打，赖米还有烤火，要单杀了吗？这个血量很危险，带下大招，闪现躲掉，大招躲掉了这一下 Q 技能的伤害，我Q闪。 想要抓上，莱米跳跳到了，打断了嘲讽这一下。往后带瑞兹也过来了，甚至没有闪了，那就没了。唯一的一个位移技能，皇子看到眼里，想要去打一个人不在的情况下，先击杀男主一票连，被金身躲掉，反手大招，那有机会把瑞兹秒掉。皇子拿下了这个人头。 艾米刚才是很想用自己的跳跃去打断压制，但是马扎身上是有盾的呀，就是塔下打出自己的被动，蓝色方赶紧派人过来掩护，大招逼出了小虎的一个闪现。在这个位置，小虎应该是能走的。EQ 二连，但小虎身上没血，小虎走不掉了。小虎这波是必须得卖掉自己。这波他们就算打起来，剩支援到现场的话，应该也是不敢打的。虚弱的，因为可能这一盘。 老白那下路是想打架的，对，带余震会好一点。哎，又是大招，牛头直接闪现留人，但是被这个一 Q 被闪现躲过了，艾米拍两个，直接狠肉，还激发了一个余震。皇子大招框艾米，艾米现在没有被动，也没有闪现，靠了一个大招给皇子，日女一直没有指到，金刚已经进场了，这边日女先一巴掌拍死一个马尔扎哈，双方一片混战，皇子闪现而走，明被留了下来。这波又是达成了一个一换二，一换二，这个时间点。 放峡谷剑锋真的很合适，峡谷的盾被衣服给一剑穿破，峡谷剑锋一头把中路二塔撞成三分之一的血量。牛头想去开，但是日女也反手有一个大，想马尔扎哈只摁了一个日女效果并不好，皇子框住扎克带回来，把自己带回来。看一下，金刚，你这波想进场吗？没有踢到人，也只能赶紧后退了。但其实刚才女坦帮助他骗了马尔扎哈的大招，对。 老干爹这波反正他们的站位很好，就是女坦，女坦就是顶在前面去吸收技能。牛头上去，女坦直接就管马扎哈，你不要管我队友，我死了就死了。别人想得很清楚，这波只要你把技能交到了我，我看能不能蹲到人，女坦的位置又被留住了，但自己也比较弱啊，回首就是一个大招。 平野林又被盯上，利用牛头做了一个位移，是一个嘲讽，空掉了扎克，跳到后排，瞄准的是一个马扎哈，两个人拍到一起，这波扎克要利用基诺闪现过来，打出了一个歪侧，这波基诺感觉要收割，两下三下直接把歪侧这边踏死，平野林自己还没倒，牛头也随之而去，维勒斯砍下double kill， 旁边有一个男主向断后，直接怼到小虎的脸上，平野林直接往上走，身上有个水银世代，无所畏惧。 就是想留小兵，小兵现在暂时还是比较肉青钢影，又是找到一个小虎先破盾再盖大招，胜不得已给自己的中单，抛弃大招，但是小虎还是要死。皇子麻辣香锅也开出自己的金身，女坦再度指到后排，皇子先跑了，这样的话，看一下其他队友能不能撤。YS又是被控住，YS也倒在地上，牛头也是只能成就维鲁斯的另一个 double kill。 扎克卖了自己的被动，这波直接开车开到中路，要一波了。 还有20多秒钟复活，只剩上野啊 ！Let me 现在看能不能够挡住这波兵线，只要不让兵线进来还有机会，但是 TP
TP 直接保兵，不给你任何机会保兵，而且超级兵有一个超级兵进来了，这个画面跟第一盘有点像啊。打算先拆门雅典就不管人了，看一下这边皇子应该是要目送老干爹开掉水晶了，咱们恭喜老干爹在主场捍卫了主场尊严，迎来新赛季的首胜。恭喜老干爹，今天他们在主场，在激怒23岁生日的时候，拿下了这个赛季的首胜，建立了老干爹的信心，而且战胜的对手是一支在 LPL 人人都会畏惧的对手，是的，叫 RNG 战队。非常靠近过年了，能够在这个时候过个生日，而且在比赛日拿下这一场比赛的胜利，今天对于金诺来说真的是挺意义非凡的一天。是的，再次恭喜老干爹金诺生日快乐。而且今天的金诺表现的也是非常的给力，我觉得比之前的几场比赛就状态明显有所好转，明显好很多。对，这场比赛他这个青钢影几次无论是 E 还是 E 闪的进场都给到 RNG 的后排莫大的一个威胁。咱们本来就说了，为什么说 RNG 他们到后期感觉不太能拖得起，就是因为一个马尔扎哈一个卡利斯塔输出空间都不是很好，然后青钢影又恰恰每次都找上他们的麻烦，对，手太短。对，这一场比赛其实从今天的 BO3 三场比赛回想来看，从上单第一盘的纳尔到第二盘的船长，到这一盘的青钢影，金诺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。